各位好，咁我講解一下嗰個鼻腔拭子個採樣方法。其實大家睇到個貼棒咧，擺咗去個鼻腔咧，唔係好入，大約一至兩個 cm 入咗去是但一邊咧，我哋通常係掃大約係十秒到，跟住就會掃埋另外嗰邊。咁嗰個過程其實就唔會痛嘅，可能有少少會即係啲刺激嗰個感覺，或者流少眼水一部分人，但係就完全冇痛嗰個感覺。跟住咧就第二部分咧就係嗰個咽喉拭子。大家看到咧，呢度有個黃箭嘴，就好像足球嗰個網仔。我哋喺度側邊咧，就係都係掃一段時間，咁跟住喺後邊咧再掃多一下。咁成個過程咧，其實就都冇咩話問題，又唔會痛啊，又唔會我冇作嘔，咁其實就好順暢嘅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。